主料和常年一个，辅料油、酱油、蚝油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锅中少开水。此乃鹅肠面师也，看起来和一般的面条相差很远啊。面条稍微洗一下就放进烧开的水吧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十来分钟后它就慢慢变散了，用筷子搅开。关火之后继续焖这十分钟，让面条更软。出炉，倒进酱汁里面搅拌好，放点辣酱也是极好的。没什么说了，开动吧。简单的早餐我烹饪技巧，面条关火后焖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